这边做很好啊，末日爆炸，然后它场面会很浩瀚。人们就是从远方去看这一个斗兽场，哎，有一个梦境。今天我们挑一些小一点的去做实验。Okay. This is together, OK. 那自己这明天拿去炸会不会太重 ？È troppo pesante per domani. No.掉这个条件会很容易这样，那边也一样。在风里面就转了，要两条下来掉，像地主的皮鞭抽在白毛女的身上，啪啪啪，打一个哦，打一下看看，等一下再打一个吧，再来一次喽，再打一个看看，啥都没有啊，再来再来。先来试验，火山爆发一样的，擦，再打再打，破了打破了，不行，停一下停一下，这个黄色咱们一下全打出去看怎么样，哇，没破没破。看到打破过去了吗？但是越来越像一张画了。我操，老蔡他妈画画认真。估计我以前要做30米乘20米根本不现实，太大就是一个巨大的欢迎。斗兽场像一艘船，把庞贝都又开回大海了。如果是从前面躺下来，就这个位置，还有这两个位置，就只有两个黑点。进！我来给它勾出它的轮廓。爆炸了以后，那个纸板产生了那个形状。有上面有一火药，它自己是一件作品，它的影子又成了。一扔就扔进去了，没用，就要形成，能够在它的皮肤上，不要一直掉到它脚底下。OK， 不是保鲜膜啊，它就保鲜膜嘛。一个很大的石膏像，我要怎么会在身上呢？我们
到再多也是掉到地上。那个女孩子的那种湿袜和湿裤子，这是刚脱起来的吗？对对对，这刚脱下来的。是蛮棒哦，在光里面的玻璃罩啊，那里面点一盏灯就会挺有效果。嗯，几十个这种大罐，里面放了几公斤火药，然后一点过去，一个个大罐都喷火。